曾经我也是会细细的卡开我宣传要宣传成这样吧，二十七号，128万的，好呀，要下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甜蜜二，应该也是老哥啊。派派他们不差，我有300 all in 了，平300 100 100，那等这一题答错，你们就提前毕业了。对啊，没事啊。好，这太难了。第27题，答对就活。128点阅率算是少的歌曲，出题。128万，把板板拿起来给他们加分数。来来，你们下多少？这是谁的歌？啊，流氓！哦，流氓阿德的。放弃了吧。想你那款的人，想你那款的人，正确答案是。澄清我一下，多一了百，一了百。哇，太难了，好难哦，真难哦。真的想过一了百。哎，但他这张专辑是第30届的最佳台语男歌手。哇，厉害。来，剩下你们了，廷翰聪，廷翰聪，3100啊，来，廷翰聪，加油加油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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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要想要想要吗？啊，055号，来，点阅率，哇，3531，是高的，好，请下注，现在他们全体300，他们也没机会，300，全体300，就摆明了要把那个，就差不多就好了，对对，先这样先这样，好，请出题。抖音很火，3 4抖音歌，哎呦，陈华都会跳了，900，600。音乐一出来，这边就在统计分数。对啊，尊重轿车，好不好？这首很红，这首很红啊，这首很红哎。但是歌名就歌名，好，歌名关键，歌名叫。我再讲吗？讲啊，我再讲吗？他们放弃了，还有机会。我们要不要猜一个？你们放弃了吧 ？Merry Christmas， 好，哇 ，Merry Chaola， 我记得是 First Love，Fir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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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是日文哦。对，正确答案是。啊呀 ！First Snow， 哎呀 ，EXO 的歌，初雪啦，第一场初雪啊，这是他们10年前的歌，最近又翻红。对，对对对 ，EXO